原创单位 IP 魔道祖师改编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，自筹开启人气和话题度便居高不下。魔道祖师本身有着极为强大的粉丝基础，加上力邀道肖战和王一博两位流量小生加盟出演，更是让关注度蹭蹭往上涨。《陈情令》也成为目前最为热门的 IP 之一。该剧自今年四月正式开机，在拍摄过程中却遭遇风波不断，剧组火灾的善后事宜还未完全处理，便爆出女星孟子一家戏温情插足望线等劲爆消息，让广大魔道粉群情激愤。作为原单之光，魔道祖师最大的亮点就是望线 CP 这对小情侣之间的相处细节，是很多道友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如今在原著中戏份很少，穷妻盗劫杀后为不连累无限，被错过杨辉儿子的温情，在《陈情令》中却妥妥成为了女主角。从网上曝光的剧本来看，温情还插足望线，魏无羡和蓝忘机都与其有感情戏。不止如此，金子轩、薛洋等一众男性角色都为他着迷，妥妥的玛丽苏剧情。不止如此，魏无羡温情拥抱牵手视频的流出，继续刺激着粉丝敏感的神经。在广大粉丝的口诛笔伐之下，《陈情令》剧组正式发布声明，否认女星带资进组，但对网友关心的孟子一家戏温情插足望线等只字不提，挑起了广大道友们的冲天怒火。在网友如潮的骂声之中，陈情令宣布横店戏份杀青，正式转入贵州片场进行剩余戏份的拍摄。不知是否因舆论的压力重新调整了剧本，之后片场流出的路透中很多都是望线的照片，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大女主孟子义。就连之前传言中被孟子义占去的兔子梗也物归原主，由肖战和王一博来演绎。这样的转变也稍稍给粉丝带去了一些安慰，尤其是肖战和王一博双双上演白衣裳，翩翩公子气质出尘，画面简直不要太美。大家心心念念的兔子梗也由两人合体演绎，蓝二公子伸手将兔子抱入怀中，魏无羡站在一旁一脸宠溺，简直是合体撒糖的节奏。在最近曝光的路透照中，网友也是猝不及防吃了一把狗粮。除了两人的唯美背影杀之外，一张魏无羡深情凝望蓝忘机的照片也让大家激动不已。古装扮相惊艳的肖战配上一眼万年的眼神杀，将魏无羡的风流不羁演绎的淋漓尽致。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，网上也传出了《陈情令》有望上星播出的消息，如被正式确认，